有的网友说不会，不要紧，你跟我学，我会由浅入深，由简到繁的给你学习。勇往直前，好的。看，它接在地上，接在纹儿的地上。我是山东省济宁市的，原来的第三职业中学的教师。我当时带的课是电工电子专业的课程，我后来93年退休了。当时我们济宁市兴起了职业教育，这我就给他们去代课了，代课一直带到96年。这样的话呢，他重复的讲，有利于同学们来看一遍又一遍，看一遍又一遍，这样他容易学会。他对我的心情也有好处，心态好了，心情愉快了，给做出奉献了，心情愉快了，身体也会好的。当然要讲下去，不但要讲下去，而且要应该讲的，要讲干货，你一定要讲质量高的。我还要提高，我还要努力，我还要加油。